张小姐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这个学期我很忙，除了专业课以外，还得学中文。我们的中文课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的中文老师只会说中文，不会说英文，所以上课的时候我们只说中文，不说英文。开始我不习惯，后来我有了一个中国朋友，他说话说得很清楚，常常跟我一起联系说中文，所以我的中文进步得很快。你喜欢听音乐吗？下星期六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会，希望你能来。我用中文写信写得很不好，请别笑我，祝好。